中秋节快乐！我们的华山制作理事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美女你好 ，Stacy， 欢迎你。你好，敏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刚才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哇，非常棒！这个叫沙画，对不对 ？Sand art 啊。Yes。哇，很漂亮。沙丁的时候是有月亮啊，有中秋月饼啊。对，我们应节嘛，哈。对 对, 对。哎，那我们这美女 Stacy 呢，她就是我们 Sand art 的 professional。你在这个你学现在多久了？大概有十年了，十年工，十年，十年工，这么久了，对对对，哇，你很有恒心嘞哦，就是你最喜欢的，你可以维持十年嘞，就是一直在做这个，因为之前是做就是动画嘛。然后其实这个沙画是好像比较应该算是表演系的一个动画，因为它是毕竟是现场画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刚才我们 CC 就是在现场，你看到了就是 live 在现场为你做那个沙画哈 ，sand art。那如果说要学这个，多少几岁就开始可以开始学了？我觉得可能八岁吧。哦，不会太小哦。对，有些东西你年纪很小就可以学了。它竟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就是画画的基础啊、然后要有一点点画画的天分啦，还有想象力、不是拿那个沙来乱压乱压你管啊，不过爱玩沙的小孩子都可以、这样我们去海滩的时候可以玩吗？可以就自己带 color sand 去了。那其实有很多都是 color sand 对不对？对，有颜色的，对，因为有颜色画出来可能那个画面会比较好看。对，哇，很难得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给考虑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去学，因为现在反正大家很有时间嘛。对啊。那你在这一行十年这么久，有没有收过学生？有没有教过学生？以前有过。以前有啊。以前有过。现在没有啊。为什么？没时间。没时间啊。对。这种都够不习惯。你会听福建话吗？会。哦，你现在不是只有做这个 stand up 吗？还是有其他的工作了？多半都是做沙画，然后还有就是 online content 这样子上线的，所以就比较忙，没有时间了哈。因为多半时间是在想 content 那你是不是常常要想啊？我要做什么？要常常换东西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要就是有一个概念，然后要概念练习练习练习。那你的意境你想今天要做什么？像中秋节你就做的都是跟中秋节有关系的。对。那如果母亲节就画妈妈啊，画孩子啊这样子啊。在每一个节日都可以有这个表演，就是对，随着你的我们的季节，或者是随着你今天想做什么，你的心意来画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可以 be very creative 的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创意了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 Stacy， 谢谢我们的美女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哇，大家看到刚才非常精彩那个 sand art， 那不是这样拿一把沙就可以画的还是要去学，因为毕竟他用的沙跟我们在这样开玩笑啦，跟我们在海滩那个沙是不一样的 ，OK 他们都是特别的，这些很细很细的 sand 才可以用来画的。